Hello， 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我是你们的 Yuki 姐姐。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给我们的小朋友展示一下怎么样可以自己 DIY 在家手工就能制作出来我们这种 Obis 水舞猪猪豆，或者是叫做水晶宝宝。制作非常简单，用的都是可食用性的一个材料。我们这边的话呢，都是用到的是这种在超市里面就能够买到了做我们这个珍珠粒的这种珍珠粉圆。这个呢是我在超市当中买到的，可以问一下我们爸爸妈妈，它其实里面应该是淀粉丸子。如果做的话呢，应该也是会非常简单。然后其他的都是一些食用的色素。我们可以把它呢放到我们的杯子当中，给它煮熟，煮熟了之后大概是放凉，然后放到凉水当中呢给它进行一个定型，定好型了之后的话呢，就可以来加入我们这个颜料来进行给它一个上色。等我们上完色了之后，稍微给它晾凉，然后让它就是加入它的颜色之后的话呢，就会染上它的这个食用色素的颜色，就会非常的棒了。吃起来的话呢，还是比较的软软的和黏黏的，因为我们全都是用的是可食用性的。好啦，希望能够喜欢咯。我们会在下期的视频当中继续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这种 DIY 的小视频。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希望能够玩得开心，看得愉快。下期再见，拜拜。